开跑。兔子立刻像火箭一样冲了出去，照乌龟这样子的速度，我一觉起来再跟他赛跑都会赢他，哈哈！好大的风啊！石人边说边发抖，然后就把外套领子拉高，扣子也扣了起来。那我们今天来的除了都是我的好朋友，真都是好朋友，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我的同事，因为这个校长就讲到有声书，那时候我刚刚出来就23岁，我在国中当训导主任，那个时候我校长就曾经鼓励过我，你可以出版有声书啊，这刚刚开始有声书。那为什么我会来讲这故事，我很短的先看一下他所做的前面，所以以后你们看到这个图就知道，看到祝中姐中秋节烤肉啊，元宵佳节放开我要降落了，扭转乾坤是我正在选举的时候，帮我关下灯谢谢，我要睡觉了啊。而且大家不要认为这很容易做，不容易做，他是把一个小人还让他每次在换衣服，在实地实景去拍摄，甚至要到海边摆那边去照相照出来，有人就想要出高价问他愿不愿意做，他不要，我只为祝中姐一个人做，出再多的钱他也不做，他说我只为祝中姐一个人做，我那时候非常的感动，今天本来请他来，他说我见不得人，我不要。好，还有一个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李佩珍，他呢是从20岁出头就跟我在地方做妇女工作，几十年他一直拿着麦克风在党内的各种大小活动他都是做主持人，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叫他出来选举，他死不出来，一直到现在其实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他突然想到应该要出来做点事了，在新店不容易，想做要选就不必怨叹啊，要选就不要顾虑，我不准你在我边讲任何你抱怨的话，因为那是你自己要选择走的路啊。所以今天为什么说我来说故事呢？当然有它原因的。我要感谢我的母亲，我的母亲从小说故事给我听啊。她书念的不多，学历不高，可是她各种的拜官野史大家看的不少。所以我呢爱讲话，在学校里面就常常跟小朋友说故事。所以一到上这个说话课的时候，洪秀柱讲故事，洪秀柱讲故事啊，那洪秀柱就被推上去就胡说八道一番哦。到了那个农历七月，我就讲鬼故事啊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已经在做立委了啊，就讲鬼故事啊，就讲很多的鬼故事。鬼有好鬼，有坏鬼，有不同的鬼啊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那么会胡说啊，你所以才可以做民意代表。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，那么我的同学就笑我。他说洪秀柱啊，你将来毕业适合到哪里去你知道吗？我到哪里？马山喊话站。亲爱的共军弟兄们，怎样，到了现在这把年龄了，其实来做这工作是有点迟了，因为声音已经不复当年，说故事啊是从声音里面去表达各种的感情，那么我想这个录完以后，这个也可以寓教于乐，小朋友礼义廉耻现在都变成党国余绪了，都不像话了，爸爸妈妈如果要求孩子什么，小孩就会说你不要情绪勒索，那什么叫孝啊，孝是还要顺啊，是不是啊，顺啊，这不是你不要情绪勒索，对父母可以讲这种话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连家庭的伦理道德都要丧失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所以我才想说，从寓言里面，每个寓言里面都会有道德性的是非感啊，人的价值感啊，还比如说放羊的孩子不要说谎，老鼠挂铃铛啊，谁去解铃铛啊，就解决问题。还有这一次我已经录了2集的台湾童话《虎姑婆》。台湾童话等到1集录完以后，成语故事再录完以后，历史故事，从台湾被殖民50年当中发生的各种故事。甲午之战以后，割让台湾发生了多少事啊？被杀了多少人啊？这故事你讲给大家听，
屏东杀到最后那个六龟乡、六龟村六队的防卫军，到最后全部扫平、杀光。我想从这个历史的故事，我们是台湾人吗？台湾要了解台湾，不是说只说台湾四百年呐、啊、什么什么，不是这样讲。经历过什么？尤其是五十年，我们经历过什么？我希望老天给我一个身体健康的身体啊，能够多活几年。那么我若可以一次一次的进步，那我就可以说得更好。退休以后去学去做你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，想学而没有学的事情啊。就像这个事情，就是其实我从二十几岁我就想做，一直没有做，到现在已经这么年纪一大把了，才开始做这些事情了。我记得我父亲教我的第一篇文官职就是陋室铭：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啊；水在深，有龙则灵。因为我的家世背景大家都知道，那个时候我们像那个吉普赛人一样，经常搬家，因为交出房租就被人家赶，那个房子都破破烂烂的。下雨天是外面下大雨，屋内下小雨啊，就经常水桶要接水的。所以我想我父亲教我的第一篇陋室铭啊，有他的道理的。去国无化，古书不念，古文不念，很容易讲的话，你不想啊？寒夜客来茶当酒，一片冰心在玉骨。他说那是有学问的人讲的话，没有念过书的人就说，我操，好茶啊！实体书店越来越少，大家都在变化当中，所以大家现在阅读的习惯在改变，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动画。可是有画虽然说有 IP 有的人呢、啊，可是我们还不够成熟，所以今天给大家看到是一个试验啊，可能将来会精益求精，会做的话更好一点，更丰富一点啊，让小朋友也能够看。我想今天呢，再次的要感谢大家能够来到这边。同时呢，我要跟各位报告，将来我们整个书跳到出来以后，我们把这个书啊送到偏乡，尤其幼稚园，甚至小孩家里，他在电视都可以看，都可以看得到。那么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，那么能够帮忙推销的就帮忙推销一下啊。今天我们版权授权人类出版社是全球华人，再次祝福大家，感谢。